嗨嗨，我是 Josh。 这次的影片呢，我是要去新庄来体验一下富邦在8月13号所举办的全面攻占主题日。那去年我就去新庄看过球了嘛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在新庄看球好赞哦，所以今年我就要再去体验一下。这次我是安排一个2天的行程，因为我明天在新竹还有一个活动要参加。那既然要在台北住一晚，晚上在饭店我自己一个人也是会有点无聊啦，可能会想要看个影片打发时间，所以这次呢，我就带了这一台 T6R Max 的投影机，哦吼，帅吼，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。那它有这个提带设计啊，所以要带去任何地方都很方便，只要有一台这个投影机，就可以适用非常多的场合哦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准备先出发前往台北，然后晚上到饭店的时候再开箱这台投影机给大家看。出发喽 ，Go Go！ 好，我已经抵达泰安服务区了，在这边休息一下。然后之前听说这边有举行那个统一师的一个小小的展览嘛，那也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，就在这边逛一下这个展览，然后买点东西吃，等下再继续上路。刚刚在服务区里面绕了一圈，好像没看到，然后外面有看到这个旗帜，说在北站大客车展览区里面，那个国道强棒出击，大客车展览区在哪？我找找看。哦，我终于找到了，这一般人根本不会发现在这里。这边有一个国道强棒出击的展览区，那边才是一般会来的泰安休息站的那个位置。对，那你要走到大客车停车区，这边才看得到这个国道强棒出击的展览。那它是早上9点开放到下午5点，都可以自己进去参观。嗯，进去看看吧。哦吼，来逛逛吗？好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都没看到其他人。啊，这边有统一师2020年冠军的签名球，中职第10场无安打比赛，是谁啊？啊，蒙威尔啊，去年蒙威尔那一场，陈永基百轰纪念框，然后这是陈永基千安，陈运文百救援，大概就是一些纪念性质的那种表框。这边还有点东西，再看一下。这边就是冠军奖杯了。嗯，每一年都长一样，根本没差。哎，到这边都还长一样。你把下面字挡起来，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年的。哇，就没了哎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啊，所以这个展览大概就这样子而已，东西没有很多。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刚好停这个休息站的话，可以下来逛一下。那如果要特地来，我是觉得不用，不要特地来，东西没有很多啊，就是停休息站顺便逛一下就好。好了，那我去买点东西吃，要准备继续上路了，继续前往新庄，走。哎呦，大迟到，好多人啊！今天哎，今天好多人，今天超多人，今天主题日啊，我们今天看球小伙伴史佩，嗨，大家好，陈大队友。来，欸，那也都卖，那也热区售罄，然后哇，售罄，那幸好我有先买，走，我们直接杀进去吧。好，走。A6，今天是郭俊麟对柯瑞。哦。我们坐12排好像还 OK 啊，上面不会抢到太多。不太对啊，飞球都看得到。而且今天不太会被球直击啊。对啊。就没戴手套还好。对啊，就算下雨也不用怕。对。位置不错。哎呦！触身球，哎呦！然后高罗庆被砸上去，蛮累哦，蛮累积啊，准备大中计了。然后陈崇宇，昨天全垒打，连他自己都很惊讶，我也很惊讶，没有，每个人都很惊讶。这球打击出去，打到了郭俊麟，现在二垒手接再传还来得及，中计了，大中计了，大中计，没得分。正片正片，重点来重点来，对啊，重不重击无所谓啊。FA 啊，我看到啊，就说新庄球场很赞，很赞，真的很赞。因为我才20分钟，想来就来。哇，羡慕。搜寻什么东西？搜寻什么东西？口渴，口渴啊！哦，口渴，渴了，想点个饮料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想渴，点个饮料。想为什么刚看了一下大屏幕之后就开始搜寻奶昔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挺自然的，就挺自然的，就挺突然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正式看正式了，正片开始，快点，大家一起帮林奕泉加油！林奕泉撑久一点啊！
范姐，范姐。欸，我以前都没有仔细看啦啦队，也没想到真的是。会剪进去啊！这局播出的时候叫你老婆不要看了。这局打久一点，林奕泉看得好。对，继续串联哦，打个超大局。没错没错，打30分钟。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对，投手可以按到看久一点啊。对，节奏放慢，脸上有人。没错没错，绝对不会有怨言。对，不会有怨言。接球，三垒方向没有接到，是界内。现在林奕泉是通过三垒要来抢攻本垒，这一个回传就很快。投手这边要挑战了，我支持 safe， 我完全没看画面，但是我支持 safe。舅舅指比什么，我就支持什么。崩溃 out， out 一出局，失手啦，失手，抗议啊，不能接受，这超嗨的，这超嗨的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这超嗨的。表现还是稳到一个不行啊！超级稳，对，第一位稳到一个不行，第一位稳到不行，投球内容不好说。可以可以，蛮就让我们看得很开心。看一下我们的餐点，综合炸物，香一盒120。球场没办法，都比较贵。啊，你在干嘛啊？把吸管一咬就裂了。正常啊，这种吸管都比较脆。饮料架放在旁边，实在是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。我现在对这种球场的设备不予置评啊。所以你的吸管翻面之后也破掉了，要怎么吸了？好久没见了。请问是吸管比较破，还是上面的手背比较破？不好说，跟你家装的比较破。只有这个时候前面超空的。这样没有九下啊！啊，当然这样没有九下，不行啊！这样少看到一局，真的很亏。不放赢没关系，但是要看九下。对，要九下，要九下。我们的九下没了。大家看运气，看我们能看到谁。对，这边有丹丹嘛，奶昔嘛，好像还有慈妹、柠檬这样。你怎么那么熟啊？没有，我刚听人家讲的。气氛超好的，很棒很棒，很喜欢很喜欢，超棒。刚刚我们同一次够烂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超越胜负的感动。输赢我个人没差。对，看着。兄弟给算一个吗？兄弟也算，兄弟也算，我们都超越胜负的感动。我们现在那个爪喵放一家亲，就交给龙去打那个芝芝的，真的，我们都打不赢，真的，直接双手投降。对。这段我们就不讲话了啊，留给观众一个安静的时间。摄影大哥他们这边，对，但是他挡到慈妹了，没错啊，不放心啊，没关系，我还是看得很开心，开心的一天。今天学到很多，学到很多啊，今天认识了很多，对，很多球星的球场上的人员，新的球场的知识，多认识了一些人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精彩。对，商品部了，比赛打完才来买。你刚比赛我们看得很专心，非常的热情沸腾。对，没有空来买东西，现在可以来逛。没错。啊，商品部超漂亮的，很像国外的商品部。对啊，好赞。29号是谁啊？申浩伟。就是申浩伟。你也带他的毛巾哎。哇塞，毛巾也是申浩伟的。真的。哇，你是后援会会长哎。真的。贵州的啊，直接没了。贵州的，贵州的人直接没了。看完球，在球场附近吃宵夜啊，来拍一下这位明天要去登记结婚的同学，他刚刚在球场买了什么东西？哎呦，秀秀子、慈妹、奶昔，懂挑哦，什么都不敢讲。嘿嘿，回到饭店了。那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今天富邦主题日的衣服啊，就觉得它这个背心还蛮好看的，所以我自己也买了一件。然后我头上这个帽子是商品部的人送我的，哇，感谢他们。
真的是蛮好看的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住的饭店。我这次住的饭店哦，算是比较高档的哦。我是住板桥的凯撒大饭店。想说这次连续两天都要工作，就狠下心来订好一点的饭店，结果就订到凯撒饭店的31楼。哇，这个夜景厉害啊，超漂亮的。我把灯关掉给大家看一下。哦吼，是不是很强大啊？哇，这个夜景。我告诉你啊，31楼真的是不简单。那到了饭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，因为像我以前出差就常常会住饭店，可是晚上在饭店通常都会蛮无聊的，因为我不是说这间饭店啊，是有一些饭店的电视没有几台可以看啊，有些甚至是只有一些中国电视台可以看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现在也比较少在看电视节目啦，我比较常看 YouTube 或看 Netflix， 所以呢，我这次带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在今天影片开始跟大家讲了，就是这台T6R Max 的投影机，哦，等一下秀一下给大家看它的威力。那就先来给大家看这台投影机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其他公司开机就很厉害了。来开机给大家看，有，它现在在自动对焦，自己抓一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厉害哦，它不用手动去调，哎，它自己就会对焦了，超级方便。然后它的侧头投影可以投出百寸的画面，哇，这个画面有够大吧？看看旁边这个电视。比较起来就知道这个画面多大了，很过瘾啊！要看电视啊，或看比赛，就是用这么大的画面去看才会过瘾。而且它是透过梯形校正画面，不像其他投影机可能要正面投影，那样会比较容易被遮挡。而且它有32G 的大容量，可以下载你喜欢的 App， 像是你要看 YouTube 啊，或看 Disney Plus、看 Netflix 都可以。然后不管像是要看球赛重播啊，或者是要用 Netflix 看个剧，哇，这么大的画面看起来。真的就是只有爽字可以形容，超过瘾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5瓦的喇叭，哇，这个声音表现非常的好。像我现在是在播自己的影片啊，不过声音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。那如果是在看球赛啊，我那个临场感真的是不简单，就像是你亲临现场在看比赛一样，很过瘾，很舒服。好了，那我也差不多准备要休息了，我等一下就用这台 T6R Max 的投影机再来看一些影片，可能看看今天球赛的重播，或者是来看一下 Netflix 的剧吧。OK， 那我就先休息啦，晚安。早安啊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这间饭店，板桥的凯撒大饭店。它早上的风景如何？嚯嚯，31楼的风景，好过瘾哦，超赞的。那早上就不出去外面吃早餐了，我叫了路易莎回来吃。要住这么好的饭店，那就尽量待在饭店房间里面好了。然后就继续用这个投影机，早上一边。看点昨天比赛的影片，然后吃个早餐。那我这次介绍到的这台 T6R Max 投影机啊，它现在在遮遮上面也有募资活动哦。在募资的前72小时，还有超早鸟的限时优惠，会送你一个小支架。那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参考今天的影片说明栏。好啦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大概到这边了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